今天你们四个的衣服好好看啊，是特地为我们这次活动定制的吗？是的，是的，这一次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参加天下30周年的这样一个盛典活动，然后这一次也非常有缘能够为天下30周年演唱他们的主题曲《如故》。那么这一次呢，我们不但演唱了这首歌曲，还推出了舞蹈的视频。在舞蹈当中呢，我们就特意为天下3这款游戏设计了我们这一款粉嫩嫩的衣服，也是根据天下3里面的人物的形象来设计的，包括我们手上的袖峰，这也是我们舞蹈当中的一个道具。我们也是根据天下3的这样一个主题设计了十年天下歌尽桃花这样的一个袖峰，就是那种古代女子的那种袖锦绣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。小燕，我光顾着看咱们七朵组合的这个衣服这么好看了，怎么好像，是不是少了一个人？哎，对哦，木子呢？木子他去哪儿了？木子到哪儿去了？比较遗憾，因为这一次的活动刚好跟木子的一个工作冲突了，所以木子没有办法来到现场。对，但是他也是让我们带来他的问候，向天下3的各位玩家朋友们问声好，希望天下3能够越来越好，各位玩家朋友能够在这个游戏里面，玩得越来越开心。哇，木子没来太可惜了。是，好像是不是他有给我们的玩家朋友们准备了一段视频啊？是的，是的，他录了一段视频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？来，一起看一下啊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七国组合的刘木子，非常高兴可以与各位天下的少侠们在这个十年的社会里相遇。那今天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呢，没有办法如期的到达现场，但是我的姐妹们依旧会为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。那在这十年的时间内，天下3和七朵组合有多次的合作，在这里呢，非常感谢天下3玩家对我们七朵组合的支持。十年天下，冠军如故，希望大荒的玩家们在下一个十年里面也好运连连，运气爆棚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木子，好像跟我们穿的是一样的衣服哎。对的，对的，感觉人没有来到现场，仿佛跟我们的组合一起来到现场一样啊。木子说的甚是啊，今天咱们主题是什么？十年天下，伴君如故。那让我们一起跟随我们七朵的步伐，来找回属于自己的十年天下。那么有请我们的七朵带来表演《如故》，我们掌声有请。人自古总相遇，情多长。
谢大家，谢谢我们四位可爱的美少女。哇，又唱又跳，还能唱得这么稳，太厉害了！谢谢夸奖。哎，咱们稍微缓一口气啊！哎，刚刚。